不是吧？这是一辆蒸汽压路机式赛车。嗯。就是这种精神。有人需要超级卡车。本找到了一棵完美的圣诞树。宝宝们早就在等着它了。你得去帮助他拯救圣诞节、超级卡车。加油！这项工作需要一辆结实的汽车，是时候变身了。超级挖掘机，太棒了！超级卡车，本后退一步，超级卡车会把这棵树放到你的手推车上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到市政厅去。超级卡车，这棵树太重了，请帮帮本。好的，我们去看看宝宝们。宝宝们非常兴奋，他们在这儿呢，我们的英雄和我们的圣诞树。本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我们要怎么把它放进盆里？我等不及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。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圣诞树，谢谢你，超级卡车，大家圣诞节快乐。